大家好，我是宋安允，我要和大家分享学飞的浣熊。有一只小浣熊，但它从小没有爸妈，后来它会遇到一个好朋友小天使，他们会一起解决很多难题，一起完成梦想。每次我看这本漫画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这个世界也太温馨太美好了吧。除了最后一集，我一直没有勇气看，因为后来听说小浣熊跟小天使他们终究还是要分开。胡狼凶巴巴地说，怎样，不能拿哦，臭浣熊，你竟敢反抗。小浣熊说，我是很弱，但我会懂得守护。胡狼欺负小浣熊。小天使说，咦，明天就要离开了，小浣熊到底在哪啊？也没有在睡觉啊。哈哈哈，你这得寸进尺的臭浣熊，没有小天使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抢。小天使很担心，该不会出事了，是掉进河，还是迷路了，或是出去玩还没回家吗？真担心啊，说好的离别派对呢？小浣熊还没有放弃，我还没有输，我长大了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赢，若再来一次不靠自己赢过你，那么小天使就不能放心地回到他的世界。胡狼不耐烦了，我才不在乎你们嘞。小浣熊说，我没有输，还可以的，我已经学会飞了啊。小天使很担心，小浣熊，小浣熊，你在哪啊？我真的好担心你又被欺负。小浣熊还是在坚持。胡狼说，臭浣熊，烦不烦？我已经累了，够了够了，食物我已经不想拿走了，还你，不要烦我。小浣熊终于赢了，他说，我终于赢了，你可以放心回去了。小天使很感动。小浣熊说，虽然你要离开我会舍不得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回去你的世界。小天使在那天晚上回到了他的世界。隔天早上，小浣熊他发现小天使真的走了。小天使，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赢了，我会记得我们所有的冒险，你曾经教我的那些。你走了以后，小洞穴变得好空哦，但很快就会习惯了，因为我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广了。与你相遇的那一天，就无法想象你会离开，但不用担心我，我会一直好好的。我们的离别是有意义的，谢谢你，小天使。我发现，虽然结局真的是与最重要的人分离，但其实并不代表哀伤。如果你哪一天也鼓起勇气把它看完了，也许你会有新的感触。